大家好，今天呢，优妮给大家读这三本书，都是很小的书。看一下，这个第一本呢是米达萨姆达嘎，米达萨姆达嘎。下面一本是米达昂阿里桑塞朗达嘎呢，就是最后一本是西苏尼亚苏隆乌奈了吗 ？OK， 我们先来看这一本米达萨姆达嘎。你看萨姆在干嘛？他在想事情。那个用 A 开头的，我们现在就来看答案。萨姆阿亚德莱，萨姆阿亚德莱在想。下面这个萨姆在干什么呢？米达萨姆大概以 I 开头的，他在吸这个水，吸这个饮料。萨姆伊麦，伊麦这个就是吸的意思。米达萨姆大概在干嘛呢 ？AI 开头的。萨姆艾瓦斯达，萨姆艾瓦斯达打喷嚏，艾瓦斯达。然后这边米达萨姆大概，萨姆在干嘛呢？在睡觉，睡着了。萨姆乌伊努，萨姆乌伊努。然后呢，这个动词啊，其实大家能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这个都是动词的第三人称，第三人称单数形式，就是萨姆。萨姆这里可以换成任何一个人的名字，或者呢是可以换成他和他们，就是都是用第三人称的单数形式。这个我们以后讲到语法的时候会具体分析的。下面我们来看这一本米达翁阿里桑达嘎塞朗达嘎呢，米达翁阿里桑塞朗达嘎呢，阿里桑的背后有什么呢？首先来看它的背后有游泳衣，游泳衣是什么呢 ？UI 开头的乌伊马布古，阿里桑塞朗达嘎呢，奥里乌伊马布古。这里的没有用 on， 而是用的 oli， 这个呢是 on 的过去时，叫做 oli。Salon daga 呢，就是说背后。下面我们看同样的问题 ，mida on alisan salon daga 呢？这个呢是一个太阳眼镜，太阳眼镜呢叫做 auringolasit， auringolasit。下面一个 ，mida on alisan salon daga 呢？这个它的背后有什么呢？看一下 ，Auringo Vario， 就是 Auringo Vario 是个太阳伞吗？对的，这个小太阳伞 Auringo Vario。米达翁阿里桑塞朗达嘎呢？这个它背后是什么呢？米干我阿里桑塞朗达嘎呢？阿里桑塞朗达嘎呢？奥里乌伊马兰加斯，就是游泳圈、救生圈。乌伊马兰加斯，这里是两个词，乌伊马是游泳，兰加斯就是轮胎跟那个圈，游泳圈的这个东西。OK， 这本就到这里了。下面我们看最后一本。西苏尼亚苏隆乌奶了吗？西苏尼亚苏隆乌奶了吗？就是西苏和苏罗的梦想，他们的梦想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他们都说米努拉翁乌奶了吗？我有一个梦想，米努拉翁乌奶了吗？我有个梦想。然后下面呢说梅拉翁萨玛乌奶了吗？这句话呢就是说我们有一样的梦想，我有是米努拉翁，我们有是 meila on， summer 是一样的 ，unai 了吗？也是梦想。下面这个就讲了他们的梦想是什么呢？是有一座自己的小岛，叫做 meila on oma sari， oma 就是自己的 ，sari 就是小岛，梦想有自己的小岛。然后呢，在小岛可以干什么呢 ？ma melo ma。Soren， 我们划着小船去到小岛上。
Malloma, Soren，我们划船去小岛。然后呢，我们在小岛上有什么呢？有桑拿。Meillä on saaressa sauna. Me saunomme siellä. 我们在小岛上有桑拿，我们在那里进行桑拿。这里呢有讲到有几个，就是说语法常用的一个地方需要注意的。Saaressa sauna, meillä on saaressa sauna，就是说在小岛上有桑拿。这个 SSA 就是 sa，就是说在某处。然后呢，me saunomme siellä，siellä 就是说在那里。saunomme 这个是 me saunomme，这个我们之前讲过的，就是说。动词都跟主语一致的，就是我们这个动词结尾就是以 mme 这里。下面呢，我们再看还有什么呢？Sisu uinu aamulla, minä en uinu，就是说 Sisu 早上睡着了，我没有睡着，我没有睡觉。然后呢，最后说 Mari on suloinen, minä olen iloinen。这个句子里面的两个形容词都是很常用的，一个叫做 suloinen，一个叫做 iloinen。这个我们看到都是以 nen 结尾的 nen，这个 nen 呢是常见的，就是说形容词的一个结尾。这个就是说啊，大海呀，这个 Mary，大海呢是非常的可爱的，然后我呢是很开心的，很高兴的。Minä olen iloinen，我很高兴。这句话很常用啊，minä olen iloinen，希望大家都可以是很高兴的，iloinen 的，谢谢大家，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啦，拜拜。